Rebecca。哇！亚森罗塞克纳了。这是越式吊床啊，会穿着鞋。哎，你睡过去一点。哎，这可以摇多大？我摇。因为在越南是属于，因为越南四季都是夏天，是，然后大家都会去，我都去，真的过去。Yes。Yeah。今天舞蹈太流行。对对对，跟得上，跟得上。台湾现在是这样哈。就新住民越来越多了，是，然后根据我们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资料，台湾新住民人数一直在增加，到2019年为止，台湾新住民领有身份证哦，领身份证哦，超过65万人，哇，好多啊！因为他想要有身份证，他想要有身份证，然后想要想要，哎，占我们总人数3%呢，哎呦，100个人里面有3个新住民。3%的人，然后甚至于比我们原住民的人数还要多。是，现在台湾第五大族群就是新住民。我想问一下，那居留证认为算是身份证？可以讲顺一点。居留证算是身份证吗？有居留证的？居留证不算身份证。那我问你啊，印象中你觉得哪一个国家的混血人女生最漂亮？西班牙跟韩国，就是韩国女生是一个非常前凸后翘的。韩国女生前凸后翘？韩国基因非常好。跟西班牙混在一起的话，哦，为什么要混西班牙？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如果已经很好，你混谁都可以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跟亚洲人，西班牙是最好的，因为西班牙的其实非常就是大家觉得前凸后翘，而且他的头发可以是。西班牙也前凸后翘？你是在讲前凸后翘？两个前凸后翘，那就这样子吗？因为西班牙会变凹哎，两个人五官深邃。五官深邃，负得正啊！五官深邃，对，韩国人没有五官，不是韩国五官，你也深邃，你也知道要进厂子，进工厂嘛。布莱登，哇，布莱登，像我前女友就是澳洲混台湾，我就觉得很棒，对不对？你带回家见你的爸爸妈妈都 OK 啊，他懂得就是带礼物啊，就很客气，可是又不会像老外就是太随便，可能直接去你冰箱翻啊，找食物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就是都会。布莱登是哪里人？我是美国台湾混血。那你觉得泰国来了来了？我因为我之前是当模特嘛，那么那时候认识一些国际化的模特的朋友，对，那时候我觉得最正的就是日本加巴西。你们日本很流行混血儿的 model， 对，很多，尤其艺人也很多，演员、运动员也更多，对，混血儿运动员，日本人超多，他们会打篮球的啊，打篮球的啊，都八垒村啊，八村垒，八垒村，八垒村，他说八垒村，八村垒啊，丰田你有混吗？没有，我是纯日本人，不可能，真的，你为什么这么高？为什么会这么高？哦，他有混到熊，熊，亲身脚背啊，那边有熊，他妈妈情何以堪？我妈会难过，没有说。不是他的族，他其实已经算是北部的，对，东北那边，所以有可能很，他可能跟那个北海道的原住民，因为他们要采苹果啊，所以要唱唱歌，那叫进化，那不叫，我不一样那个裸体，对，然后做自己的，对啊，其实他长得跟苹果树一样，他应该家乡他爸爸特别难过，哎，我要去买新楼梯，不是啦，是因为就是。他们有点就是，哎，脸是亚洲的，但是身材是国外的那种，对对对对，很翘的，就你呢？你呢？我觉得泰国人的轮廓其实是蛮好看的，因为有些白泰，就是就他们是白，然后眼睛又大，然后那个头发又乌黑，北泰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其实他们如果混到比如说在加欧洲的话，哦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那完全就又不一样。因为他们眼睛会很深邃之外哦，他的眼球也是又不一样，又有欧洲有蓝色的那种，或是我知道蓝色眼睛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很漂亮，我觉得这个很棒。所以我们今天是来相亲的吗？我觉得我好期待哦，真的。我们来贡献我们的 DNA， 是不是？可是今天我们来这边呢，都是新住民第二代，新二代，对，新二代非常棒，不是另类的，另类的新二代，不是我们艺人哦，对对对，是真正新住民二代，住民的第一位，欢迎，欢迎文文，哇，仙女哦，好漂亮哦，跟你讲，
一看就知道越南人。对，如果他没有穿这套服装，我说真的，我还真的不太知道他就是他是混哪边。妈妈是越南人，我妈妈是越南人。Okay, 妈妈越南哪里？不知道。南越那边。你会讲越南话吗？我会讲一点，可是我听比较多，因为我小时候出生一个月的时候，我就被带回去越南，然后我是住到快要读书的时候才回来。那我从小是外婆带的，所以我听的能力比较强，可是我讲的话就比较弱。你现在还剩会讲什么？基本沟通，如果你把我丢到越南，我应该还是可以。请问公车站在哪里？我不会讲。那你会讲越南？我爱你怎么会讲？有女生对男生说话，跟男生对女生，跟韩国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讲的话就是对你的男生讲的。N U 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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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男生，就是哥哥的意思。那你要去哪里？怎么？立捞。立捞啊！立捞啊！立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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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立捞老了！死不休。OK， 那我问你啊，就是越南的妈妈是比较强势的，因为他们是母系社会。越南也是哦。对，越南是。哇，好险，当然没有。他们觉得我说一就一，我做主，我女生家里最大。那爸爸一个礼拜平均被骂几次？每天。太知道。所以家里大事情都是妈妈决定。对，妈妈做主。哦。所以你的个性也有一点强势的部分吗？有一点，有点会跟妈妈硬碰硬。那对爸爸呢？就是讲话会比较。有点生气，就说哦，我就是觉得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好固执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你是他爸吗？不是，我爸爸妈爸爸塞。爸爸会不会常常在角落偷哭、啊？对，因为母女都很凶，就吵架的时候他就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两边都好凶，我不敢插手。我们台湾男子就是，台湾男子最有名的温柔。对啊，不是。我也很温柔啊。但台中的没有。你怎么针对我了？哎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我现在没有。哎，真的假的？你喜欢哪一种男生？我喜欢有上进型的男生。哎呦，上进型完全没有。有，说下进跟下下进。他这套衣服很漂亮，正就是他们的真的传统服饰，嗯，太好看了。其实这还算不太算传统，因为就改良过了。对对对。但是他们真正平常，他们上街还是穿大概这个样子，是全白，对，然后很透。对，超透的。你们可能没有看清楚，对不对？我有看清楚，看清楚，真的是透明的，太漂亮了。这样子不会危险吗？如果大家都这样，我要去越南。哎，真的没去过越南，我觉得越南很正。对，越南女生，而且越南这几年发展特别好，而且他们的闹区其实就是跟那个信义区差，长得真的差不多一模一样。真的真的。哦，对你去过越南？对啊。对不对？你们那个闹区的，你那时候不是跟我讲说你去干嘛？你说考察当地文化？不是，你不是有去一个旅游团、旅游的一个什么坐船还是什么？对啊，哦，那是医生。对啊，他们有一个就是上船，然后坐到船上，船就是一个旅馆一样，在北越了。哦，那个什么湾呢、啊？下龙湾。下龙湾啊，那在北越。然后他们就坐对，那在推广观光，就住在上面这样。嗯，蛮正，好漂亮。下龙湾那边的那个星级酒饭店超级豪华。超级大，北越是蛮高消费的地方。对，如果说因为它是观光，所以他们都赚我们观光钱，所以它的消费能力其实跟台北差不多。可是他们消费不是一叠，就是要给那个月币百万啊，一百万、一千万，就觉得很有钱。对啊，就摆那好像。他们那边都这样啊，东南亚很多国家都这样，印尼也是啊，印尼盾。嗯，我第一次换印尼钱吓坏了，十万，口袋满口袋饱的这样，我才换100美金呢。哦。啊，你曾经在海关，你有走私水果的习惯？没有，没有叫习惯。我会这一集去就被抓走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越南的一个水果叫做糖棕，然后糖棕它就是很像椰子。哦，我们好看的那个老板叫糖棕林。哇，你狗腿到一个极限哎，好会接。哦，这个这个。有照片，吓我一跳！我会汤中林，这叫糖中啊！哦，好酷！它可以做成糖类的东西。然后我那时候为了想要把它带回来，可是那时候小时候不懂事，我想要带回来。然后再来讲是不可以带水果。那它的大小就是像多大？它拳头就两个这样子。哦，像椰子一样，像个棒球，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，棒球一样。然后我就把它放在行李箱。然后剥开就是4颗吗？这样子。
哦，我只有两颗，两颗啦，两颗，哦，两颗。你会有四颗，搞那么生气。两颗。偷带回来，然后那个狗啊，就跑来一直闻，然后他以为我偷藏毒品。因为越南其实毒品也蛮泛滥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不会认为那种狗会有分的。嗯，他闻水果就闻水果，嗯，闻毒品就闻毒品。真假的？应该是你本身太正了。哦、那只狗太香了，那算那只是小狼狗。闻美女的，然后被就怎么办呢？然后他就说：“小姐，把你的东西打开，我怀疑你没有藏毒品。”然后我就吓到，我说怎么我怎么了？然后打开之后才知道，因为这颗椰子，他就把它现场丢掉了。今天带来我们这个越南当地的美食哦，美食哦，是哦，特色小吃吗？就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水果，然后越南话叫沙利，沙利。然后这个话是糯米粽，然后它叫做 bandit。然后这个是越南的酸肉，叫做酸肉 nam。它是用猪肉跟一些大蒜跟调味料去，好酷哦，3-5天去给它腌制发酵。然后它其实在越南很多，它会外面有用一层的。一听到发酵就知道发酵液包，可是在台湾它就是这样，它有一种特别味道。来，大家一对，越南很多哦，好香哦。哎，这两个都一样的东西吗？都一样，哇，这个味道，哦，好香哦，吃啊，吃，它好酸啊，它好酸，姐姐，我不吃，我帮你刮。这个好酸的味道，哇，那蒜好重，什么感觉？慢慢喝。哇，我这个不行，这蒜很酸。我要喝，啊，好吃啊，再好吃，快点！我闻一下就开始，哇，好酸了，我怎么做？它就像蒜片，100颗蒜片，发痛，快点，好酸，好酸的，真的，你好丑啊！快点，牙齿，喝水。好酸，好酸，真的很酸又很酸，又酸又酸。对，它就是一个蒜片浓缩的东西，像牛丸吧？牛丸，蒜片的肉丸吗？就类似这样，有点像。嗯，好了，下次你们吃，我也吃一个。它跟那差都差很多哎，那差很多。这个是什么？再讲一次，叫沙利，好吃，好吃。就是它要沾这个越南会有那个特调的。等一下，我们看这个，他说要沾这个辣椒盐巴，太好了。茶哥要不要？越南很多水果都会加这个。这个籽要吐掉吗？要吐掉，要吐掉。所以哦，加这沾这个，对对对对。请问一下，有点像台湾的那个芭乐加那个，它很温柔，你看它帮你拿这个籽让你吐。哇，当零食这样吃。这当零食啊？这个很像那个鸟会吃的。果实的那个味道，我刚刚这水果摊就有了。可是我刚刚没有沾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吃以后有点那种，会有一点香味。嗯好香哦。哦，这个好多了。哎，吃完这个要吃这个，可以把麻的味道解掉。来吃这个，来一下，过来。他现在恐惧。沙利龙巴可以有。吃这个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吃了这个可以约会吗？就是我今天跟你约会的话，我吃了这个，我可以亲你吗？可是我觉得会有酸酸的味道。你喜欢吗？你可以。可以，那可以吃这个，多吃这个，跟我真的没有，快点啦，这个好吃啦，这个好吃啊，这个是爱。那个是越南的糯米粽，就是有点像糯米糕这样，就是它里面是包糯米、绿豆，还有时候会有一点猪肉。这个很像日本的那个花寿司，花寿司，花寿司，它包的方式很像花寿司。然后它是在它中间有一个猪肉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在越南比较都路边其实都看到，它就长得像这样子，就是一串一串像这样子，有点像叉烧。对，然后它在越南的可能过节，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拿来拜拜。可是他吃一个就饱了，我觉得他吃一个就饱了。因为这是以前呢，他要保存嘛，对，这样对他们来讲，就是因为没有冰箱，所以这个东西算可以保存比较久。啊，你还要再吃？我没有，没有，那味道真的很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是越南低咖啡，然后这是我现在越南咖啡真好喝。好喝。然后这是因为越南咖啡是属于比较低，要把你来，咖啡我已经滴完之后，用那个炼奶放下去，然后越南就叫咖啡蛇，就是咖啡牛奶。咖啡蛇。对，咖啡蛇。咖啡蛇。M O E。
咖啡蛇，咖啡蛇，而且之后把它搅一搅，因为它里面就是因为越南喝比较甜，那如果你就自己决定你的炼乳要加多少，然后好了，嗯、之后我就把它。越南咖啡一定要加炼乳，肥艳炼。然后越南咖啡的特色是冰块要超多，而且在越南路边就是很，因为太热。对，而且这个真的很解渴哦。反而你喝过？我喝过啊，喝过啊。对，你去过越南？对对对，我去考察。啊，对，真的好喝。这个如果是以前就是当过知名地的文化嘛，就是应该是喝咖啡，哎，好喝哦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喝哦！越南咖啡，欸，没有了，没有，属于比较偏的越南，不能是南越，好好喝。不然尤其是小孩子，我觉得特别爱喝，因为咖啡一般哦，好喝，苦的感觉，哦，而且不苦哎，加炼乳不苦哎，谢谢。它有点像阿华田，谢谢。啊，有一点哦，可是又有咖啡香，咖啡香很，就是咖啡香很浓的阿华田，好喝，这个好好喝哦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将来嫁人的时候，你会想要嫁给台湾人？我想嫁给台湾人，谢谢。哇，所以如果有那个他有一点韩国血统就不行吗？韩国人只要在台湾都可以，我不谈远距离恋爱。那你有韩国血统？康哥，我们在录影，你在干嘛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来来来，这是你。哦，直接嫁自由啊！这是越式吊床啊。对，这是我从越南特地带来台湾的。然后越南每一个人家里都会有这个，卡到了啦！摇啊摇，哎，这可以摇多大？摇，哦，好舒服，而且因为它是透气的，嗯，所以你躺上去不会太热，凉凉。哎，真的耶！因为在越南是属于，因为越南四季都是夏天，然后大家都透气，很透气，真的很透气。你想干？哎，不是，那你掉，你躺上去看看。哎，你就赏心悦目，你有没有个画面？对对对，你平常在家里怎么躺？我在家里。对对对。哇，然后呢？女生就会这样。会穿着鞋子。好优雅哦。哎哎，你睡过去一点。不够，无人家，现在只有一个人吧？对，这单人吊床。而且我觉得这超适合台湾，嗯，因为台湾也很热。嗯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你不要太依赖冷气。嗯，对。有时候其实你在那个树底下，虽然很热，那个风吹一吹，你知道睡这种床，一下就睡着，睡醒以后，哇塞，神清气爽。嗯，然后就开始会讲越南话。这是从你家乡带来？对，我从越南特地请人家带回台湾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家客厅。好开心哦！所以客人都是睡那里。越南其实都会两边绑树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我们讲的吊床。对对对，那爸爸可以睡吗？爸爸也可以睡。爸爸睡，起来。因为爸爸没地位。哥，我想问一下，越南男生跟台湾男生有什么不一样？对啊。我觉得越南男生比较懒。懒惰，懒哦。我们很勤奋。对。我们帅又勤劳。你最近自信心大爆发，就是挂奖。好，那希望你找到一个爱你的、疼爱你的、听你话的台湾男人。来照顾你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欢迎，下一位，欢迎菲比，哇，好可爱，你好，我是菲比，菲比，你好，你好，菲比是，我爸爸是捷克人，捷克，捷克这个国家真是很漂亮哦，布拉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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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想去哦，布拉格的春天。厉害，那个还有那条桥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有去过查理大桥有。哇，他爸爸捷克人，他为什么没有去过呢？就是你有去过韩国吗？我有在。OK， 那哎，我跟你讲，像你们混血有一个很大的烦恼，嗯，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遇到混血都会讲英文。对，嗯，对，下意识。但是你英文好不好？就是比台湾人。普通台湾人再好一点点而已。像我那个年代，很多外国人就很不爽，因为每一个只要是外国人，我们说美国人，哦，不是我加拿大人，对对，哦，我美国人，没有我德国人，因为我们看到外国人都以为是美国人，美国人，对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对，你会讲捷克话吗？一点点。捷克话好丑，怎么讲？我不会讲，我会自我介绍。好，来来来。Jasen Lozek Nalova Phoebe
亚森嘛，你把你讲的很好听。The Reden 是敬语的您好。哦，还有敬语，你们也有敬语？对。哇，你们跟日本很像哦，有一点像德文的那个节奏。对。没有，康哥跟韩国人，没有跟日本人很像。跟韩国人，这样可以吗？在在意什么？你们两个就隔了一个海峡的那种。那 OK， 爸爸是捷克来台湾，对，在台湾工作多少年了？已经25年以上了吧？哇哇，他中文生根呢？对啊，他中文好不好？很好很好。爸爸来这边25年，对啊，中间就没有再回去过。有，还是偶尔有回去。被妈妈抓住了，对，被妈妈抓住了，不让他回去，就是休假才回去。可是休假的时候都不同，所以就比较少回去。那你有回去过几次？小时候比较常回去，那长大以后就比较少了。你喜不喜欢捷克？我喜欢，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台湾。哎呦，因为台湾真的比较有人情味。哦，捷克人就比较，对，欧洲人都比较，欧洲人就是冷漠，也不是冷漠啦，就大家各。就是把自己顾好就对。对。欸，那我想问，那你去捷克的话，人家会把你当捷克人吗？不会，大家都会觉得我是偏亚洲或者是偏哈萨克那部分。嗯，但是我看你，哦，我们看你的时候就觉得，对啊，你是偏那边的，你就是外国人。对，就是两边都會。哈萨克人其实长得很像这样。对对对。中亚，中亚更东欧，那边都是也都是混血比较多。哦，因为那个国。每个国家都很近，所以就是混来混去。对对对。那你混来混去，我讲的人家很乱嘞。不是，就很近，单单纯纯一个少女在那边讲家混来混去。你建议混来混去吗？请问一下，你现在多大？我21。看起来不像，而且你看他的打扮，就是很有自己想法。对啊，哇，你鞋会，哇，你的鞋子黄色了，帅哎。对，几率差不多。你现在男朋友吗？有对象。那你喜欢亚洲的男孩还是？亚洲的，我最喜欢台湾的男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男生很贴心啊。谢谢。又得分，谢谢各位。怎么说？很贴心。就是台湾男生，我就是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大男人主义。跟韩国比起来，跟日本比起来，哇，我最糟糕，我们我最糟糕，放弃自己国籍的男人，男人都打女生。我在那是 old school， 我们放放鞋。你是 old school 的，我哪有？可是你知道，台湾有一些还是有大男人主义，对，台中的，台湾男的啦，是比普遍比起来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男人，尤其这几年。比较贴心啦，真的温柔，对，所以你会讲台语？我会讲台语，你会？哎呦，很酷哎！因为我妈妈跟我阿姨对话都是用台语。妈妈是哪里人？妈妈是台东人。台东啊？台东。哦，台东，台东啊，讲台语。他们以前都用台语骂我啊，我就慢慢都就学会。怎么骂？越新啊，定胜来啊之类的，拢无咧读书啊之类的。无咧读书啊，甲恁爸学，一直想要回捷克，变心了。变心，收贵。收贵，收贵，太贵。那你捷克你应该不熟。对，说真的，对他们的路什么的，我都不是很熟。那你迷路怎么办？迷路，像有一次我想要带我朋友去钟乳石洞穴，就是去那边玩，因为那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。嗯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搭火车到那边，然后火车要换成公车，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公车的站牌。嗯。然后最后是遇到一群印度小哥，然后他们帮忙叫计程车，然后才成功去到那边。印度小哥，对，一群印度人，印度小哥莫名其妙就认识了。里面还混着谁，你知道？混吴尊的。一男。哦，钟乳石照片是什么样？哦，阿尤，很漂亮。哇，这就是电影场景了。而且它中间还会有搭船的部分哦，还可以。哎，是你哦，这是我。哎，你留长头发又不一样哎，好可爱哦。哇塞，所以这是你男朋友？不是，那个啦，对啊，他是我朋友，就是我带他去的，就你们两个。对，那就男朋友了。你
你怎么不带我去捷克？你跟我去捷克。我老为什么？要问。你那鼻环是什么时候用的、啊？上上礼拜。对啊，最近。不用鼻环。什么叫对啊？不是要用鼻环的。觉得帅啊！哎、欸，不是为什么波牛的声音？不是这样，你就是。个性派的、啊，他是个性的。可是因为你的身形，你觉得在捷克生活会困扰，会有什么？很困扰，比较娇小吧？就是、很娇小，因为捷克人通常都170几，女生也是。女生就170几、哦。对啊，然后所以我比如说要去夜店或者是买酒的时候，呼吸困难，就是对，然后他们就会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用假的证件。哦、然后有一次有一个男生要搭讪我，他是用摸我头的方式，而且不是这样摸，是这样子、哦、这样子摸。哦，就是、小朋友，小孩，对对对，进来了。那我就觉得进来了，什么进来？我就来了，什么进来？我进来夜店哦，这也是影响到你的脑细胞了，是不是？混进来哦，这样、哦。那你这样会不会就是不开心？就是觉得嗯。好好哦，这样子。那我可以摸你的头吗？是的啦，在讲什么乱啊？怎么了？哦，所以刚刚你说的就是捷克人比较冷，那就你以后想要住台湾吗？我希望长期住台湾、嗯。那如果有一天你爸说按着走，我们回家乡住，你怎么办？那就回去。你有没有原则？就是看到时候爸爸在哪里吧，比较黏爸爸。丰田这个应该是。你完全是我的菜，而且你去日本也是很受欢迎的型，对，真的，这个造型可愛，你就是日本杂志上面的，对，而且超喜欢这样，真的像欧洲人，好白哦，对啊，對你可以直接在日本当模特，我也希望可以去日本。小心他只是想把你骗去日本，他这个去一定很常常拍照，对，嗯、对啊，真的会，谢谢。那你们现在交往多久？跟你这个半年。半年快要分了嘛？不要自己不幸福，然后老不休，然后在那边讲人家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谢谢，欢迎，欢迎。来，第三位，欢迎冠冠，冠冠来了，冠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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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可爱哦，冠冠是中泰。对，我是泰国跟台湾混血的。漂亮哦，嗯、你什么星座的？双子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会很多国的语言，哪几国？我会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。哇、wow ！然后英文、中文。哦，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，没有泰文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以前留学，所以我会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。妈妈是泰国人？对。妈妈是泰国人，你没有讲不会讲泰国话、啊？对。你有没有回去过妈妈的故乡？有，以前小时候。她是泰国哪里？他是靠近清迈，清迈啦，清迈那边的泰国人白白的都很漂亮，是哦，对，白白的，你怎么那么黑？好没礼貌！我喜欢台湾有户外活动啊，我喜欢骑车，所以很常晒太阳。骑车哦，骑车，骑什么车？摩托车。重机。哇，骑重机啊，帅，好凶！你这个身形。撑得住重机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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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对，好厉害啊！他还会跟妈妈一起骑重机。我有陪妈妈在台湾考大型重机驾照。那爸爸不会？爸爸不会。怎么你们的家里的爸爸都好可怜，弱的样子。来，请看他们两个，哇，各骑各。帅耶！妈妈看起来很年轻耶。对啊对啊。哎、欸，那个露脸的是妈妈吗？对，露脸的是妈妈。哎、哦欸，那很年轻耶，年轻是不然以为是他。我妈妈，妈妈算是很有活力、哦、同样兴趣，这样蛮好的。对对啊，可以当朋友姐妹。那爸爸，哦，这台是爸爸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对，拍照是爸爸。你先去前面的路口等我们。你爸爸是哪里的？台北。台北是，嗯，对。哦 ，OK， 那爸爸讲台语。会，然后用台语骂妈妈。对。妈妈用，妈妈听得懂吗？妈妈听得懂啊。对。妈妈为什么听得懂台语？就是因为常听爸爸在讲，然后台湾人那几句，台湾人都会讲，很多都会讲台语。他就去外面问哎，我老公这样讲我，啊，讲坏话这样。原来是坏话这样。慢慢慢慢，现在爸爸知道妈妈听得懂。听得懂就没讲。所以后面以前就是故意他妈妈面前就是讲台语骂脏话这样。对，就是可能会抱怨个一两句，然后就会被妈妈听到。对，走出来你不要以为我听不懂哦，然后就用台语话一直骂爸爸，然后爸爸听不懂，然后爸爸就发白这样。
你一句台语话都不会讲？我不会。我妈妈也不会强迫你要学。不会，她觉得我学蛮多语言，就没有再教我。你会葡萄牙跟西班牙文很厉害，对？为什么？我之前去过墨西哥还有巴西留学过。哇塞，你世界通了哎！那你在那边有没有艳遇啊？一开始遇到我也听不懂你讲什么，后来才听得懂。一般都是身体先，就是身体的功，没有啦，身体的功，兴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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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妈妈会做泰国菜吗？会。那你会吃吗？会。你喜欢吃？喜欢。那你反而比较不习惯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比较喜欢吃泰国的。泰国我也喜欢吃，嗯，我喜欢吃泰国的、日本的、印尼的，好多韩国的。韩国的，因为不讲他生气。美式我也很喜欢。所以台湾的小吃跟你比较吃不习惯。我家附近有越南餐厅。补充。有会吃会吃。会吃还是会吃，但是比较不习惯就对。对对对。还是比较怀念就是泰国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喜欢泰国菜，其实很好吃，真的好吃，酸酸辣辣。对，今天有准备泰国凉拌海鲜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早上跟妈妈一起做。啊，你亲手做？对。我跟你讲，泰国菜大王，我吃吃看。哦，好想吃，肯定很好吃。来来，嗯，来来来，就你们都可以吃，因为它不会太辣。酸辣酸辣酸辣，我也尝吃一口。嗯，好吃耶，你可以嫁人了。谢谢。嗯嗯，好吃哦。好开胃，我觉得他那个寿司比例调很好，他没有太辣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好吃，刚刚好，那也不会太酸。你们想吃对不对？来啊来啊来啊！好像来我们家里做客。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我觉得我们好像在 Costco。试吃太猛，很好吃，泰国美食。好吃吧？对，嗯，谢谢谢谢。吃完给我吃。干嘛修来宾？哎、欸，好吃哎、嗯！那这个护身符是？这也是因为泰国是信奉佛教，然后都会戴在身上。嗯，然后这是我们不能碰，对不对？哦，其实是可以碰的，泰国人都会不要碰，一碰会变回原形。天哪！你最近好不容易帅一点，他的原形是什么叫变回去？哪一种帅？天蓬元帅。哎，你射我？没有没有。这不算佛牌，对不对？嗯，它类似御守的概念，对对对，护身符。哦，对哦，里面是一个泰国符。对，这金的，对，纯金的，谢谢。对，以前我们真的很流行戴泰国的护身符。嗯，对对对，好 OK。然后泰国皇宫旁边有一个泰式古按摩，那是最正宗的，而且那进去是没有冷气，就里面人都很真正哦。准的吗？纯泰，纯的啦，纯泰，什么脑子啊？你以为在歌舞伎町哦？里面可能就混血了，可能就混。他那个真的很厉害，那个而且都哇，里面就是他没有冷气，然后在里面哇，弄完全身舒畅。哦，没去过吧？你看，对啊，小时候叫妈妈带你去。好，谢谢，欢迎，真的好了，给我欢迎第十，欢迎丽娜。哇！大家好，好热情的感觉。有，妮娜你好，请问你的爸爸是？他是这有点复杂。好，重新，就是他是印度血统的葡萄牙人，他还有国籍，可是他在英国长大。啊！哇，复杂。对对，可是他在非洲出生。哇哇，超复杂。在非洲出生，对，然后呢？爸爸是佣兵人，还是间谍、啊？没有，因为其实，在非洲的一个国家莫桑比克那边，莫桑比克对很多代的印度人在那边住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然后那边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。嗯，所以说他真正的血统是印度。嗯，然后他的国籍是葡萄牙。对，然后他读书是在英国，在英国对。然后他出生是在莫桑比克。对对对，完全搞厉害了，好强哦，是搞定了。你们当我是三岁，好棒好棒，就印度人就对，语言训练学校。你刚回台湾，你受不了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来台湾，其实我不会讲中文。对，我是从最开始学这样。我刚来台湾的时候也不会讲中文。啊，对，对，出生刚出生，对，出生不会讲话的。对，所以我一开始来其实很辛苦，因为我
对，我母语是英文，就是英文带大的、嗯、然后那时候是也是讲葡萄牙文、哦、你会讲葡萄牙文、欸、我们这边也有葡萄牙的哦有办法对有对话吗 Hola Hola Dudu Ben Dudu Ben Hola Dudu Ben 就是哎、欸、你好吗就是大全部 everything 所以 Hola Hola 是你好Hola 是葡萄牙文，对，西班牙文也一样。对啊，西班牙文是一样。因为我儿子，你有一天看到我讲 Hola， 我们你怎么会讲这个？你变黑了啦！Hola， Hola。那你那时候在台湾不适应，你会想回去吗？很想回去，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来台湾就不会讲中文，所以我妈妈是直接把我丢到就是普通学校。哇，对，所以不是小学，是直接普通学校。那你在那就是一个完全是他们会觉得你就是不同的人，对他们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这外国人这样子、嗯，然后他们也没办法跟我沟通，我也没办法，就是只能比手画脚这样子。哇，那很辛苦，真的。可是后来我慢慢学会中文，反而就是被霸凌，对，因为他们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这样子？哦，对，因为我是可能是唯一的外国人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有特殊待遇？因为可能老师比较照顾我，我中文没有那么好。Wow. 对，然后我也不习惯台湾的食物，所以我妈妈会带就是她自己做的外国菜来，就是来帮我送饭这样。Oh. 对、啊、所以他们就觉得哎、欸、不爽，哎、欸，他感受我真的很了解，真的。啊、你有？因为我从小就是被丢到加拿大，全部都是老外，我就是一个东方人啊。他们会就是，他们就是说你会。Chinese 功夫，我就说我就不会退，我就在那边转。哎呀，口语啊！他不管，他们不分口语啊，跟亚洲人，亚洲人，亚洲人，对啊，就是因为我转笔，他们才跟我讲话的。转笔是吧？你还会转吗 ？Back and forth， 那个转笔啊。我还没说哦 啊，那个技术，对对对，他们两个好神奇，你怎么会转才跑过来跟我讲 Chinese 功夫？还是觉得、欸、真的，因为要不然他们就是弄你的奶，或就是去动你，或什么之类，捏你的奶头之类，老外就很怪，真的很怪。好像你同学哦。我是因为有一天吃早餐，他就过来抓我的脖子，全部老外都在看，我直接把他搬过来之后，他才知道说。哦、oh, ，他真的会是 Chinese 功夫，真的，不行，真的啦，真的，你应该是被翻过来的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看，他没有看过东方人，他真的没有看过，我会有黑色眼睛、黑色头发，他们真的没有看，因为我在乡下的地方，你是在加拿大山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乡下。你们班上只有两个人，校长跟你还有灰熊，真的，全部都是白，就是乡下，就真正乡下，他是。真的会动你，会这样，而且不教你幼稚啦，不会讲那种。对，我觉得可能是年龄的关系。长大就比较不会。对，长大比较不会。他们反而是欢迎的嘞。对啊，有这个朋友多骄傲啊！反而是这样。要。哎，请问一下，爸爸为什么会来台湾？因为他是就是为了妈妈，因为我妈妈她去。This is love。对，真的就是他。辞掉他在那边的工作，就是为了让家人。辞掉吓我一跳。辞掉他的工作。对。他们两个怎么认识？因为我妈妈去英国留学，所以在大学认识的，是同学。哇，好浪漫哦，这样。对，跟我爸妈一样。我爸就看到我妈很正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来教他英文好了。”就是利用这机会教英文这样。真的真的。那爸爸来台湾怎么不习惯？很多哎，他太不习惯了，莫桑比克，然后又到，太不习惯了嘛。对他一开始来就是真的很陌生，然后可是他觉得最惊讶的地方就是蹲式厕所。蹲式厕所，他到现在都是在这里好几年了，就还是没办法习惯。其实说实话，蹲式厕所很累哎，可是比较干净。对，就是比较卫生。对啊，你就蹲着，对，你不用去坐。没有，我蹲的话直接贴到后面去。那是对，就是有些烂啊，所以你紧太。因为我很多外国朋友都是不会，就是不是这样，你蹲下去没办法，就是站不稳，对，很难蹲。对，然后因为他就不知道怎么用啊，然后他反而用错。有的人真的蹲不下去，也不知道怎么瞄准。有人就是扶着墙，就这样，真的啦。有的人真的因为扁平坐不下，他就扶。你们不能这样，有的真的不行。小老外，他们小腿就是他上完厕所那个，他都是扶着啊，他纯肥，那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真的很危险，因为那下去啪，那是会炸开，那是全体成员。我们现在很惊讶，日本有很多合适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叫合适，你不行。我可以啦，可是其实就不能久。台湾人啊，就你脚踮起来干嘛？有点，就是你看，你会想你脚会踮起来，就会变这样，就会变这样大。真的啦，那你不适合做我们那个，我们飞车党都要这样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是练过的，我以前也是这样，很厉害，我练到这样。
我骗你的啦。是哦，多相信。然后还有他也不太习惯这里的食物，像是臭豆腐啊、内脏那些，那都不吃。那的确。那请问一下，葡萄牙人也是像西班牙人或者是那种西班牙语系的热情的那种？很热情，对对。所以我一开始来台湾是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台湾人是热情的不一样，可是就是比较害羞，在外国比较开放。那你个人就是对男生也很热情？不是，你访问来宾的脸会不会开心？我认真想了解，有没有热情？但是有兴趣。你有男朋友吗？对，就是像是如果我在这电梯，刚绿茶哥问你说你有男朋友吗？哦，有，我有。台湾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他是中南美洲的。对，哇塞，哇塞，那你们哇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电臀哦。对啊，厉害。他对电臀比我厉害。你看，哇，不然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是不是？那个布莱登很像也会电臀，我想有看过。真的吗？对对，电臀，来来，我想看一下。比较厉害，对。羞辱你，对。不是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葡萄牙文跟西班牙文差在哪里？很相近，可是还是有差。如果我们不懂的话，我们分不太出来。对，分不太出来。哦，所以你现在要推广葡萄牙文？不是，就葡萄牙文化啦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很像都不知道葡萄牙这个国家。你知道葡萄牙也有来过台湾，然后就是称为那个老葡嘛。你是葡萄王吧？所以葡萄牙跟西班牙有很多 Viking。Formosa 是他们讲的。对，是他们讲的。他们就觉得很漂亮。对。Formosa 美丽的宝藏，看没有？知识大王。你看我有在哪里？哦，漂亮。我是在葡萄牙。哎，你身材真好哎。这个是你啊？哇！哎，你没有穿衣服。哇，你看他身材真好。有啦，那是穿，因为那是海边。比基，你这个比基到是极限的。比基到极限，屁股发亮。看的那么，可以不要那个看的那么仔细吗？我的臀型好漂亮哦。这可以放大吗？不行，那个没办法。哇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里是哪里？这个 cave 在葡萄牙南边。哦，漂亮哦。对，超漂亮的，就是是海边，然后它有很多洞穴可以。天然的观景。外面还有帆船，你看。对，就是到那边需要划，像电影的那个。是在葡萄牙哪一个地区？在南，就是靠海边。南部。对对，南部。南部。对。就是靠海边。下一张。那边很有名。哇。然后这个也是葡萄牙。那葡萄牙特色的物品是什么？特色物品，哦，这里有，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葡萄牙很有名的一个象征。对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它是应该是 rooster 吧？对，是一个 rooster， 然后它就是。它是其实有一个传说的，他怎么样？对，就是他有两颗心脏。没有没有，这故事有点长，就是有一个男生，他就是被说就是偷东西，然后他们要吊他，可是他一直说他是无辜的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们会知道，就是我是无辜的，然后如果你到时候就是吊了我，就是桌上的死掉的公鸡，就是煮好的公鸡会起来，会活过来，然后结果真的活过来，他就开始叫，然后那个绳子就断掉，所以还是活过去了。哇！对，还是活了。我以为公鸡都活过来，但当事人死了。没有，没有。所以它象征的是运气，还有信仰，对，还有公道，正义。对对，所以它是有象征性。希望你把葡萄牙的文化让我们多了解一点。这个国家真的蛮葡萄牙厉害，足球也很强啊。对 ，C 罗。C 罗也超帅，队长。现在一般都知道西班牙，可是葡萄牙是个非常厉害的。嗯，来，请坐哦。谢谢。厉害。现在就变成什么？你知道？现在变成我们台湾越来越国际化，因为变成真正的一个国际村，就在台湾，有世界各地人来这边过生活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我们。接触了多元的文化，谢谢，对，将来我们什么都知道，文化大融合，太棒了。对，那你将来要娶的是，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意愿。哎，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。